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不了解不清楚，所以我真的很难回应这件事。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我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表达这样的立场，然后我也尊重，对啊，只是说应该就我们应该是会等到就真的有收到的话，我们看就是怎么样请律师处理。到我都没有参与到这件事，我也不了解不清楚，也没办法回应，对啊。嗯，我就是有大家大叫我要去拜拜就是对，任何过程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真的要等到就是新闻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。我生气不会，其实这个生气也没有用，对啊，就只能就先看怎么样处理，然后也接受这件事情。对，我的情绪好像真的比较平，对，对啊，因为真的只能真的只能解决嘛，对啊。可能是我自己不注意，自己没有去仔细去看这个东西，所以这部分我的确就是有错，对啊。我觉得我也要更仔细去把关这件事情，对啊，因为我个性太大累累了，有些人都说我应该要再更小心更注意。送刀的人吗？还是朋友？嗯，还可以啦。就你知道，其实我朋友已经不多了。我真的朋友已经不多了。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用送我东西，没关系。